中国哈尔滨冬天冷得刺骨，但却善用天寒地冻打造冰雪仙境。冰能度冰雪节终于开幕，今年的重头戏当属结冰的松花江上所举行的雪人展以及冰雪婚姻殿堂。夜幕低垂，万家灯火都难以媲美第35届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绚丽夺目的冰雕城堡。冰雪节昨晚拉开序幕，整整一个月，彩色冰雕将照亮夜空，营造一个童话世界般的冰雪仙境。这里展示了一座座美得令人惊叹的冰雪雕塑，全都是成千上万艺术家和工匠的呕心沥血之作。今年的主题是哈尔滨冰雪之冠上的珍珠，共有上百项以旅游、文化艺术和时尚作为主题的节目，准备迎接全球数百万的游客。展示区里有2000多个冰雪景点，还有冰灯表演和 3D 雪地投影秀。不过最大亮点自然是松花江上滑雪橇，以及在结冰的江面上展示一个个逗趣的雪人。今天特别开心，还看到艾莎的城堡。耶、yeah! ！这是冰雪大世界第一次建造这个冰雪殿堂。我们在这里非常开心，虽然冷，但是非常快乐吧。我们不能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的，许多情侣携手来到梦幻殿堂，享受冰雪奇缘的感动。今年的冰雪展览将持续到下个月5号。